好几千米，一堆车逆行，然后有的已经被拦住了。那个故宫路那边现在逆行非常严重吗？现在是畅通的。嗯，今天一是车也不多，二是这个大，二是那个交警全上路了。我们从早上七点多就上了。遵守交通规则就好了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全行驶，安全驾车就可以了。